盖碗又称三才碗、三才杯，是带盖的茶碗。盖碗可以直接做品茶器，也可以做泡茶器。盖碗深开口大，聚香还便于出汤。红茶是全世界人民最喜爱的茶类，今天我们就学习用盖碗来冲泡红茶的方法。布具，温具，取茶，赏茶。润茶，冲泡。温杯，汽水，出汤。分汤，奉茶，收具，谢茶礼。冲泡要点：红茶分大叶种和中小叶种，大叶种内含物质丰富，比如滇红，建议茶水比1:60，冲泡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，水温建议95度以上。冲泡小叶种，如祁门红茶，茶叶较细嫩，建议茶水比1:40，冲泡时间为2至3分钟，水温85度左右。红茶通常可以冲泡3到5次，第二泡冲泡时时间适当缩短，第三泡起冲泡时间建议逐渐延长，这样冲泡出来的茶汤每一泡都滋味接近。